由行政院文件会指导，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执行的 WOW Taiwan 遇见台湾新感动2008文件会数位文化内容加值推广创意竞赛，于5月15日在新一代设计展会场举行颁奖典礼。文件会法规会主任张龙致辞时表示，我应该要恭贺我们所有的得奖人，因为这个得之不易啊。据我所知是有1000多位参与，然后有800多件的那个作品能够脱颖而出，的确是非常困难。各位的创意无限哦，我今天在这些展场上已经看到。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，政府呢努力的在推这一块，就是我们能够带到世界各国去，呈现在全球。专业组第一名茶东西，他的创作灵感来自喝茶文化。设计者陈仁凤以台湾盛产的竹材与传统陶瓷，赋予简洁现代的设计风格，将茶具功能分类归纳，并且与外观造型融为一体。学生组第一名窗与盒，设计者游纯善将建筑美学与生活创意结合，以传统建筑中的花窗与筷子一直结合创作的环保筷盒，深获评审们的高度肯定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